摩托车骑士路口停等红灯，这时后方白色轿车一路闪着方向灯往前猛力一撞，摩托车倒地，骑士被碾进车底拖行10公尺。女驾驶急忙下车，慌了手脚，因为她酒驾闯下大祸。啊，撞到什么车？摩托车来了。骑士被卡在车底，伤势严重，救援人员出动机具协助伤者脱困送医，但66岁邱姓骑士最终抢救无效，丢了性命。2:40就起床，今天那么早是要去市长啊？家属说，66岁邱姓男子凌晨3点出门，要到市场鸡肉摊送货，停等红灯却被后方车辆追撞。女驾驶酒测值高达1.25，与朋友聚餐酒后酿祸。66岁邱姓死者身体硬朗，还是当地的猎山猪好手。脸书影片中拍下他闲暇时帮果农抓山猪，身手矫健。凌晨又到鸡肉摊帮忙送货，没想到却因为酒驾意外惨死轮下。记者彭志明、林元彬、彭欣苗栗报道。